一滴血，我靠！这杀两个不过分了，我这个，救我！ 这就是星耀会员三的实力，排队都不用排。另外一个号要排那么一个小时。生存地位的永不止息，虚空。先送个一血，没关系。看我们怎么这个把这个劣势打回来。他一局缺了个丢蛾子的嘛。我的幸福是有目的。他组完机器人的都不玩机器人了。 当然你要晃动，你要走，但你第二个技能是，老丑是上单，恶心人的英雄，先补刀啊！你去压人那个兵线的一个。 如果有很好的机会，没办法，就在打架的情况下的话，哇，这样子都能漏吃啊！我丢。 是我好不能接受，哎，你还抱上去了，兄弟，这真的是没办法救你。都看到人了，他 W 上去了，我靠！刚刚不切刀直接A就好了。 爆上去都死不了的。知道，就他如果已经放出来的话，你往旁边走也是可以躲的。昨天才更新的，这版本卡槽这么厉害，不可能不玩。我玩到了一个新的东西。 哎呦，我一抓就死啊！到处都是怪物，因为队友他不一定会知道怎么看你。先修起来我。 哎呦，我靠，按错了，按了个 W。 他才64点攻。他反正不知道这个线该不该退。一滴血，我靠！完了，开了，我靠！一滴血那条小龙，我在下路给他把龙抢了，这真的是运气啊！他惩戒完一滴血，我就哎呦！就打不打死？我靠，这条小龙！
就刚刚红刀，可能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，那波线该不该推一样的。 耶！还好我没死，我一个 Q 他能把这盘子打死了，这 Q 他就这样子，一个 AP， 好难受啊这个。 刚死个来反追就好，我刚想叫死个反追，他在这里回家了。我回来了，嗯，也变强了，打中了一枪。小心，是个陷阱。哎，忍不住了，反杀了一下，可以。我是在用操作反杀的。我跟你们讲，玩 C 位一定要让，一个失误就能葬送全局。 他们的地盘，现在往上跑了，我们这边感觉不用全部过来的。 打手过来就好了，死哥就在后面蹲着，他们打不了我们的。是，这真是重。 给他收集着，这波回不了，回的话会被他们吃肚子。要么打，要么跑，只是现在，我不会。这样就能追踪了。我们这波回的话，他们会吃一个肚子。 单多一波线的话，他们就吃不了肚子。不得走了，还是得走。我们还有战略赏金吗？就领成了两个人头，不得用肚子。W， 我靠，这都不是我的牌，就不上了，可惜。 完了！哦吼 ，W 没中啊！这打两个不过分了，哇！左这个，左这个，救我！搞我！搞我！哎哎哎哎！我还活着呢。 我这个可以，好啊！
冲了，闪躲小鸡啄大米，小鸡啄大米，哎，一下暴击直接暴毙。 只能说这样这一套的卡莎没有那么多操作性，只有硬伤害，没有那种怎么走 A 什么秀反杀这种。那我就飞过去打他了，我一套就能把他秒掉。 说这伤害夸不夸张吗？A出血死，太高了，我这个伤，对面还不点了，点的让我开下吧，大龙一波了吧。我在虚空中活了下来，这一套玩多了，有一点点没有意思，我感觉。 太简单了，没。嗯。我。哦，就是先买个小棒，加个大棒，进化 W， 直接开始玩呢。 2000块钱就能进化 W， 没什么操作性可言，换个英雄玩吧。这英雄感觉玩多了，说海妖的那种还有操作可言，这个没有什么操作，但我自己玩的都有点。